很多人都爱吃长崎蛋糕，桃园甜点工厂延续日本传承蛋糕香，林世宏接班后做出许多创意甜点，年营收冲破6亿元。工程师转行的郭信宏导入科技养乳牛，还创立鲜乳品牌，进军百货专柜，替牧场转型。黄种转行种紫玉米的胡志宏，曾经户头里一度只剩下3块钱，他如何克服难关，一圆紫色田园梦？请锁定本周日的《台湾真善美》。